恭喜恭喜恭喜！龙年哈，龙年吉龙母春，祝大家祝福大家顺哈，吉龙五春，吉龙五春，谐音合得吉龙五春，吉龙吉龙母春，吉龙五春，新春贺新岁，祝咱大家上节拢爱食个百二岁。新年贺新春，予咱出到好子孙，有人赚钱，有人赚。今年少两年，咱一定要善良，有这善良性，咱人良性就有良命，好性好命，歹性歹命。一年之计在春，一日之计在晨，今是初三，哦，初早、初二早、初三困个饱。我希望在这初三日，予咱趁一个轻松，一二三，趁一个轻松，祝予咱大家平安顺遂，大发财，并且得业成实。一世人上重要的、上重要的财富、上宝贵的物件，就是咱这身体，过好在咱的身体，过身体就是过机会。世间若无这个身体，嘛无这个生命。无将无用，恭喜咱有一个新的念头，有一个欢喜心，新年贺新年，予咱家家户户青天青年男女结着好年礼，啊，予咱趁钱趁较欢喜无得比。阿弥陀佛，感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咱今年的时候，因为咱台南有一间华佛寺，伫西港台南华佛寺，啊，咱有。固定的时间在那服务，啊，而且的时候，咱现在在义大那里，啊，有一间道场，啊，叫咱去接，啊，咱去看看一下，那里有一群人在那里，啊，说需要来，大家来发起的主任，啊，大家来共参，啊，咱可能今年会接这个道场，啊，咱的每一档中原下元、上元，咱上元讲十月十五的圣诞，咱有举办祝寿，啊，而且天公生，咱就开始安太岁。哦，所以咱这人的时候，爱做好万全准备，礼物丢无，就爱讲家财，唔通讲买菜啦，买菜就安怎食啦啦。啊，所以礼物丢无，咱才温度较低。有人写点一个光明灯，啊，咱有犯着太岁，咱来个安一个太岁，咱做万全的准备吼，心诚则灵，啊，着神啊，着人，啊嘛未使讲我安光明灯啊，我安太岁啊，哦，我在家甲吹百二，哦，安好拢无咧保庇，拢安啦，安尼嘛无路用，迄你家己的本身的行为吼，啊，所以要作细意，啊，咱甲咱的这个道场。诶，这个心意甲大家讲，啊，大家好好利用，啊嘛，希望咱路过着咱恒春，啊，入来金雕金泡茶，吼、哦，欢迎大家，等下家村家村，祝福咱大家有通赚兼有通赚，阿弥陀佛，并且出着好家村吼，阿弥陀佛。